那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，那是谁来那个造就你？就是说你在摄影这一块，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是一个柯西杰老师，他是一个90岁的一个大师啊，他是高雄高工，不是本时代的高雄高工，那个时候可能是初中部吧，还是什么啊？他毕业之后，他在台湾晃荡啊，去当兵，还当逃兵，他们几个阿兵哥同袍啊，说，这边在那边灌哦，灌个竹叶草，来，来卖这边来得草哦，啊，就十几个在去得点哦，啊，不要忙掠回来哦，啊，拢搁加做一两年的点。柯西杰就是迄个南蛮迄种啊老顽童啊，啊，尾啊，伊迄个日本啊，去做迄个盐的迄个厂啊啥吼，因的厂长吼日本人，送一台相机，开始启发他，后来他就到日本留学，日本东京写真学校去学摄影。他那个日本东京前学校啊，学摄影，他有两个学历，一个是2年的，一个4年的。念4年的就是回来他当学者、当教授、当老师的；学2年的就是回来当摄影师。他就去日本留学啊，后来又在美国啊开工作坊，拍模特啊，那也是很有名气的。后来因缘际会就回到台湾了。他想说，好好为台湾拍些东西，不要一直为别人作嫁，就他结束掉美国的工作室，他去买了一台那个中古车，他就从美国、欧洲、北非哪里啊，绕了半个地球，东拍西拍。他就写了一本书，叫《新的世界》，视觉的视，心里面的视觉的世界。我在2006年还没有离开广告公司，他就到成品，就看到这本书，一翻，哇，惊为天人，如获至宝。他说：“摄影怎么可以拍出有哲学、有对人生的思考？”有美学像幅画，有文学像首诗，又有心理学，有淡淡的哀愁，可是他又不悲哀，哇，怎么又有音乐，好像一个古典音乐什么东西，都很多东西加在里面，恍然大悟，想说，我就开始甲头学，学伊个角度，啥，我开始利用机会去接近伊。他的演讲，他的摄影展，我都到场去认识他。后来他要在台中办一个台南那个台江啊，因为他台南市政府有找他去拍台江嘛，花了1年的时间了，每天早上2、3点就要去拍那个登山平路啊。他已经80、90岁了，还是这样了。他现在还在吗？还在，90岁啊。OK。他就在台南，我还特地下台南去，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之后在东海大学，他又办一个演讲，我又去。然后他老婆就打电话给我说，他们想要在台中的那个复兴路的文创园区要办一个摄影展。他有签书会，我就签。那个摄影展那个是文化部的，那个不能现场办签书会卖书啊。他说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店面或者一个空间哈？我们要去办一个签书会最好是 no charge， 福利价值不要钱的，因为我们预算有限。我也知道了，他们两个老王公婆啊，嘛不是没钱。我利用我的关系去新月梧桐我实在新月梧桐来对执行长。后来就把他促成了，促成以后就变成了好朋友可是呢，我还不满足，我要跟你学东西啊，我不是只是认识你啊。后来就，
有一个机会就到他淡水红树林的家里，他的工作室去做客，跟他喝啤酒、吃东西、听古典音乐，带他们家这样，啊，真正的去亲近金老师，去接近这种大师。啊你跟他在一起聊，他不会去聊光圈速度啦、啊，怎么拍啦、啊，聊黑卡会，他就谈古典音乐，谈楚歌的一幅画，他们家的客厅就一幅楚歌的画，他们都好朋友啊，他认识艺文界的太多人了，林怀民啊，谁啊，他跟你谈音乐，谈哪一个摄影师写的书里面的哪一句话影响他，或者啊谈一下他个人的那个。像一个好的摄影作品，在取景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去抓那个？好，就摄影啊，它是一个减法，减法，减法，是啊，不是 plus 是加法啊 ，minus。比如说，好，我现在看到一个景啊，很宽广。杂七杂八很多，那你要把它缩缩，剪到那个角落，那个 corner 就是你要的，啊，你就去 catch 那个框框就好，你不要瞒天大海啊，包山包海全部都要南瓜进来。你意思说要聚焦？对，聚焦，就是减少啊，剪到啊。这个剪法就给我很多的启发，想说哦，对，伊个衫裤啊，佮伊个身躯个弯度啊，背景拄啊好，有块布啊，感觉袂歹。是不是一般人物是不是比较不好拍，不容易拍？对。人物不好看，啊，还好我是学戏剧的，我对人，比如说，我现在在看你笑，你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哈，我已经有预感了，我已经有预知了，所以，我会抓你下一个动作，需要去导演他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导演他就假掉了，就是拍到最自然的，就是那一个人的一个本质本性这样。所以你平常要多观察，观察，学会安静啊，观察人。拍之前要不要先，比如说我在拍某一个人物啊，要不要先跟他，聊？哦，要聊过，比较不会突然。对，你讲对了。如果今天啊，我要拍一个作家啊，有一个摄影师，他是摄影记者啊，报社的摄影记者叫陈什么我忘了，他经常要去访问作家，或者访问艺术家，他要去帮他拍一系列的照片，他要去拍他之前，他写过的书要先看。或者他的作品要先浏览，先了解他。到了现场也不是说来开始摆姿势开始拍，也不是，先聊天，先放松，先聊啊，东拉西扯啊，聊，大家都放松一点。你讲对了，你要去拍一个人，你要先跟他聊天，不要到了现场就大阵仗，来摆好灯光吧。我就取这么一小角，它是另外在那个一个侧面的，刚好有一朵云一直飘过来，在想，这个云的形状跟这个弧度很大，我就等那个云，就拍。日本的那个国宝级的那个电影导演叫黑泽明。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《等云到》，很多东西都等云到。像这。
高美湿地。哦。它就是一个水沟哈，一个水道哈。啊，我就取这个画面就要放的话，好啊，这一张更好玩，它是在一个要盖房子的建地，哎，对，它是铁皮，啊，就围起来又一个围墙的铁皮，那铁皮上面围呢可以打一挂宫格嘛，啊，大当大山哈，啊，贴起来了那么几挂起来哈，残留，对，残留那个东西。啊，刚好这个铁皮上面又有这个螺丝啊，啊，可能这个漆哈，哦，是可能不知道是谁，他要喷漆试一下那个颜色或者什么，就是随便乱喷，哎，搭起来就是很像一幅画，很像啊，其实很多外国的画家哈，啊，他们的画，他们的那个图画都很异类，很有想象力。像我就很喜欢这一幅，啊，这边突然就有个黄色的，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在你的脚底下，在你的附近，其实遍地都有美的，看你怎么样去欣赏啊，你怎么去抓。啊，这个是大概是我们骑脚踏车去玩，啊，一堆人也要，啊，黄昏了要回城了，我突然回头，哇，怎么整个那个河床，那个夕阳都照到那个河床，哇，像黄金一片一样，所以把它取叫流金了，啊，这个是在民间国小的墙壁，因为民间国小921都倒掉了，他就用那个铁皮围起来，他可能美术老师啊，就教学生在上面做彩绘啦，或者做涂鸦，小朋友涂出来的东西都很童趣啊，很童真啊，你叫大人去画鱼的吼，甲囡仔画鱼无同。92年1月18号。啊，这照片还要选水彩画。第一个，我有去学油画学样，所以我对颜色、对构图，啊，这跟你本来以为你写的这样嘛，本来都安尼。这不是讲复制掉看，对，这原来的设计是原来是这样。啊，当然，你去拍出一个像画的东西，这个要看你平常的训练。对啊，这看起来像水彩画。对。比如说像这一张，是在故宫的中正路的一个黄昏市场。我开车到那边已经黄昏了，然后就走下去东宫西逛，就看到一些的遮阳嘛，像兰花那些。这边你看，这边又有花，当然又有电线，又有树，左边又有那个阳光，那我就把它拍下来这样。别具风格了，它这个是在一个废弃的一个走廊，那可能那个汽车旅馆他们很多的家具哈，他不要了，或者要更新，他就摆在他们走廊，他们用一个帆布盖起来，一个帆布，白色的帆布，白色的帆布，一条路边啊有树啊。啊，阳光借了树啊，树影哈，去拍，放着这个磅礴，啊，所以伊咧拍着一挂光影，啊，佮伊个磅礴吼，摇摇声，所以你迄个敏感度啦，一般人行过人也无声，哎，一个磅礴伊也听不到。哦，上这个就是大雪山，啊，这个用单眼拍的。啊，这一幅啊，就是刚刚那个，对，像这一幅哈，单单这个框
洗照片要大概要花2000啊。啊，我在园林那个村道一个美学馆啊，他是卖茶叶卖衣服的，我把它标到20000多。那、啊、我来这边想说，因为这边城隍艺术馆的那个 POS 当初介绍我去拍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一个知遇之人的一个老朋友，所以我来那个价位几乎都成本价。元宵节在那个湖水台中公园湖水上面的那个一些影子哈，它倒映在水里面，它就会晃动。而且这一幅是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一个角落。张家祖庙安和路边，李文成，然后那边，
伫咧一边边吼，啊，拢有树啊，有树影。嗯。啊，即我一个狗啊。啊。啊，因为我捌甲取名叫做乌狗的人生。像咱这个年纪哦，咱一个老狗，老狗就调皮啊，挂调咧无钱的啊，西装吼，啊，拢爬起来啊，站酒家啊，即张是伊个地图，啊，迄个主动移民一个北部客家庄，对，北部，伊有一间影像纪念馆，啊，叫邓南光。东西南北的南，光明光，伊日本时代的摄影师，爱家己嘛开迄个照相馆。啊，伊嘛家己开照相馆，吼、啊，啊，当然伊过身了，伊的厝吼，那就办政府的家己，往起来做一个纪念馆。啊，阮去啊是迄个微电影，我们伊的迄个影像纪念馆做故事背景。啊，对啊，他微电影，啊，我是做演员啊，我是念台艺大前身国立专业技术毕业，我是个表演导演，啊，现在就去做演员，去兼他们的美术设计，啊，我去遐想不要当导演，我是伫遐行，哎，因为比较放轻松哦，就看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哦，你紧张很多东西会漏失掉，哎，那个墙壁就刚好就是这样打的墙壁。有一个人在上面砌一个小圆圈，哎，啊，可能因厝拄啊咧油漆拄啊新一罐，啊，所以嘛，唔知咧甲等一堆，啊，等着无彩好啦，无着，啊，白甲突突的咧，啊，其他嘛，啊，这些墙壁吼，有咧打破啊咧，这张有一间地行，好啊，买版权啊，哎，别。伊一个泡茶间哈，啊，墙壁哈，用这道去输出，啊，所以伊一个人一人头前个泡茶安尼，这张作有哲学的味道，哲学，哲学里面有存在主义嘛。